不好意思，我还打到我们那个行李指挥中心去，这也不行。是不是你的电池没电了？晚上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，晚暂使用的时候啊。分离式冷气它的插头都在室外机那里，是不然你看你有没有总电源，总电源的开关呢？总电源大概是那还是220吗？不是你的电池没电了，晚上用的时候还深夜中也找不到人帮他可以协助，实在没有办法才会拨打报案电话。不是你的电池没电了，晚上用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晚上还好吧，还好吧，还好吧。还好吧。还好吧。要不要叫救护车？先坐着休息一下。先坐着休息一下，先坐。把血糖降下来了。要不要叫救护车？要不要帮你叫？叫救护车。叫半下，好。那叫救护车好了。我叫救护车。这。复兴路跟民生路口，复兴路跟民生路，复兴路跟民生路口，那有一个老先生，那个不够，喂，叫救护车，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？